年无论是对师或者是我自己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。在这一年，我们都重新学会爱情，学会对我们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对社会有一个不同的体会。所以我听到他的新的专辑叫《共存》（Coexistence） 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专辑，非常非常的期待。所以他新专辑终于出版了，我们应该大爱去拥抱他的这个新的专辑，拥抱他的共存，支持他。是我的家人，所以这一次他发片，我当然是替他高兴，然后也非常非常的骄傲。预祝他大卖已经不够了，我觉得他这张专辑一定可以在华语乐坛里面做出一些改变，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的骄傲。然后希望你到时候有什么吉他需要修理或者需要人家帮你保管，你可以交给我，我会帮你在香港好好的照顾他，还有你的猫，我都会照顾。孩子的娘，我们的孩子终于要问世了，祝福你这张专辑大卖，这是我们的心血结晶，然后希望你想要说的话呢，都能让大家听到，然后这张共存呢，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，我相信一定会大卖的。在这里，孩子的爹献上最深的爱。Hello， 祝我的女朋友第二张的那个国语专辑可以大卖，然后继续做更多好听的音乐出来给观众朋友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好，我是崔健，恭喜何润师发新专辑，希望在下一张专辑里边能够有摇滚音乐。何韵诗小姐，听闻你出大碟了，恭祝你的大碟成功，但系一定要好听先。恭喜再恭喜，恭喜你隻碟大賣，賣到全個中國都冇得賣，賣到全世界都冇得賣，賣到又再賣 ，very good very good。恭喜姑姑新碟大賣，因為共存呢隻碟咧，佢個意念可以傳得完。